果然高超啊！嘿嘿，你们二人体内的毒素已经清除的差不多了，但毒伤了经脉，虽然你们的体质比常人强得多，但估计啊还要多休养几日。嘿嘿，什么？哎，他也中了毒？月神医把我体内的情毒转移到他身上了，多亏了你的绝情草，才让他起死回生。我法西国毒灵，竟中了这玩意儿！我谢谢你啊！不用谢我。 你要谢我，你就自己去摆毒林扎个1000下，咱们俩就2000，好呀，月丽翁，你还有什么毒药？给他用。你跑去找解药。好了，吵吵闹闹的，烦死了！看到你们这么生龙活虎，我好开心啊！好了，丫头。 让两位伤员好好休息一下啊！嗯，晴儿，你能不能让他把脚挪一下？太粘床了。日夜不停的赶了3天的路，大腿内侧都磨肿了，还在每天上药，你就体谅体谅他吧。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。大腿内侧上药？谁给你上的药？哎呀，当然是我给他上药了，不然呢？